娘说她可以拉一次。你刚才差一点露出伤口，没吓到我了。想说两个小孩的大，呼吸大风他没见过，没事，拉下来，先不要。你知道，其实我没有特别喜欢松紧带的一字领，那个呢，它是直接用这个棉质的弹性卡住你的那个整件弹，对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哇，好舒服哦，可以这样子，有没有油蛙式也可以？它可以这样，你要这样也可以。我喜欢斜领，蛮好看的。你要正常。好像也可以，奇怪耶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正常也可以，你这边就是正常就是这样，就是它其实是短版的。你看它这边是不是有做一点微抓皱？它抓皱之后，人家是猜不透你的小腹那边，猜不透，猜不透。来来一首，好容易被 Q 哦。它弹性很好，我觉得这件也可以穿到 L 号女生呢，应该可以哦。而且它也是五分袖，把你在四分之三的手臂都遮起来了。然后它颜色就是有黑色、可可，这个是卡其色，这个是白色。换个颜色给大家看，顺便换新的咖色，好看。咖色就是我的颜色啊，你就是很适合这种柔柔的颜色。对啊，我是树干啊，树干人。我刚才想说你在讲什么？没有没有。